你就不会抱抱我，安慰一下我吗？当然，我多想一辈子抱着你。秦瑶今天心情不好，来家里吃饭，你陪我去买菜。我也要去，吃什么好吃的？小龙虾怎么样？好。不要，节俭懂吗？我呀，找到新工作了，一个月8000块钱，怎么样？也要庆祝一下吧。太厉害了！你放心，我会吃得很委婉，给你们俩留一条活路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所有人可以入赘我家，保证你一生富贵，吃喝不愁。什么兼职？工资这么高，不会被骗了吧？你别瞎说，是欧阳集团，哎，就是赞助你们篮球队的那个上市公司。我呀，在那边是当 CEO 的私人助理。谁的助理？欧阳宇啊，之前在篮球场里见过的。你打架那回还记得吗？我记得，还挺帅的。不准去。为什么呀？就是不准。又开始发神经。别问原因，算我求你，第一次。别去行吗？我现在试用期，万一没通过呢？你就让我去做一个月，当锻炼锻炼一下呗。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以后再说，我们先去买菜吧。我觉得吧，小峰呢不能当温室里的花朵，他得要做历经海浪的小龙虾。今天晚上吃这个小龙虾吗？对。苏慕云，秦瑶喜欢吃小龙虾吗？不知道。啊！来，我看看。我穿这个行不行？行，当然行。话说，你也够痴情的。对秦瑶还念念不忘呢，才不是，秦瑶是客人，我要注意礼貌。哦，听外面声音，苏慕云好像跟秦瑶聊奇缘呢。啊，他们两个怎么了？你们家隔音效果太好了，我听不清啊。算了，我跟你讲，徐媛我早就看透了，她就是个绿茶，好男人不能被渣女毁了，拯救秦阳于水火之中就靠你了。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跟齐媛在一起。管他呢，有守门员你也拦不住进球啊。那么好的秦阳就在眼前，这么好的机会，老天爷都不会给你第二次了。什么都不确定，这样盲目进攻不太好吧？秦瑶长得帅，人又好，那给了齐媛就是好白菜，让猪给拱了。我支持你，绝不容许你打退堂鼓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我要是秦瑶，我就当场向你表白。自从我和齐媛正式在一起之后，我真的尽了我的全力去对她好，但她一直对我不冷不热，我真的搞不懂这些女孩子该怎么办。别动，你眼皮上有毛毛虫。是我贴的假睫毛。哎，小芳，别听他说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秦瑶，还是你有眼光。你看我们小峰这一身装扮，是不是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？你没有一点点心动吗？忘掉黑暗过去，迎接美好未来吧。好了，你别说，别说。啊？那个，小峰。我已经开始跟齐媛正式交往了，今天只是刚好跟她吵了一架，所以不好意思。少年，你还是
是太年轻了，苏念峰才是你值得一爱的纯情美少女。我知道小峰是很好的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齐源。我跟他认识好多年了，我很了解他，我也很珍惜我跟他之间的感情，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放弃的。我吃饱了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哎，没开放呢还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只关心你，别哭了，我不喜欢看你掉眼泪。刚才那样我能不哭吗？你有没有同情心啊？好，你哭吧。你可能是把自己对完美初恋的幻想全部投射在了秦瑶身上。还哭吗？不哭了，哭累了，不想哭。跟我回家吧，晚上外面天气很凉。警告你，别摔在地上。不会的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